今天是10月20号，2010年。这是我一点自己运动的心得，在多位朋友的要求下，叫我录影出来。今天有机会把它录影出来，以提供各位做参考。首先，两脚并拢，两手放在膝盖上，向下压，这样压。压完了以后，双脚靠紧腹部，右手抓住左手，数10下，然后再放开，右脚迎之，下面左脚放在右脚上面，两手大拇指放在膝盖上，左右转，左右转，转完以后再换脚。再将转完以后，双脚还是靠近腹部，左手抓住右手，数10下，然后换脚，左脚靠着下垫，右脚放在左脚上面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手大拇指左右转，这样转。转完以后，再双脚放在夹紧靠近膝腹部，数10下，然后再双脚伸直，脚尖向下用劲拉，拉，拉。然后再向后拉，向后拉，拉，拉10下，再少10下，然后再向前拉，向后拉，拉完以后再将双脚靠近腹部，左手拉住右手。数10下，然后换为伏地挺身。这个看你的体能，你自己能做多少就算多少，不一定一数目。然后双脚蹬的，双手手掌向下放在膝盖上，弹抖，这样弹抖运动。弹完以后，再换双手放在地下，脚尖落地，脚跟抬起弹动。这样弹，弹完以后再起来，双手插在后面，插在后面，这样子摇头运动，左摇左转右转，转完以后再向左弯头，左弯，再向右弯，弯完以后，这个头再向左后、右后、左后、右后，然后
双手插在后面腰，上下搓揉，这样搓揉，搓揉完了以后，双手交叉，大拇指顶住肚脐眼，抱进小腹，上下弹抖，弹抖以后，再换右手大拇指，左手抓住右手的大拇指，靠近右腹，上下搓动，这样搓完以后，再来右手抓住左手的大拇指，靠近左腹，上下搓动，搓动完了以后再换为胸部搓动，手上下的换，这样搓完以后换左手在上，再换右手在上，这样搓动完了以后，再换前后甩手运动，以后面为止，尽量能够向后甩为止。甩完以后，就是脸部按摩，头部脸部按摩运动，从上到下上去，再从后面下来，从上下楼，从上去，从后面下来，这样从上上去，走后面颈部这么下来，这样这么下来，然后敲头运动，这样敲敲敲敲到后面这个筋，这样再转转转转转到前面来，这样敲敲敲敲到后面来，再来是左右抬头甩手运动，甩手完了以后，就是弯手，左手抓着右手向上弯，右手抓左手弯，再左手抓右手向下弯，这样换，换了，换完以后向后挺胸拉手运动，拉完以后再算左右拉，左右拉，左右拉完以后向前，前往后拉，这样用劲拉，拉完以后变成弹抖，弹抖运动，原地弹抖，自愿弹抖，弹抖完了以后，双手向前向外画圈运动，这样向外旋转，然后再向内旋转，这样晃动，向外再向内运动完了以后，就是原地跳步运动，原地跳步运动，跳完了以后，双手向左右伸直，五指用劲拉开，再
转手，手转，这五指拉开，转转，转完以后就是泼腿运动，这样打腿。完以后就是吐气吸气，这个是比较累一点，慢慢的向后弯，向前弯弯弯，慢慢的下去，不能急，弯到底，但是不一定弯到底，你看你个人底腰的问题，双手交叉，手掌向下，然后吐气，把丹田的气全部吐出去，再吸气。这个时候光吸不能吐，看你能吸到多少。通常是吸30次，再一口吐出来，这就是这个运动。然后就是腰部大踏步啊，就是双手打肩打背打胸部运动，这样子用腰部这样弹，打对打背，再打颈部，轻轻的，不能用劲，打背，对，打颈部，颈部运动，然后是和打胸部和腹部运动，这样胸部打腹部，胸部就这样的啊。再来就是踏步，这个也是完全用腰去甩，用腰部甩，当然是看你自己能做多少算多少，要以个人的体力，个人的需要。今天是10月20号，2010年，我今年也80岁了。记得当年我30多岁的时候，人家说我活不过50岁，所以这个每天早晚运动对身体是一定有好处，至于好到什么程度，各位去体会。今天特别提出来给大家参考，谢谢大家。这是我1998年在美国，和几位景博士、李博士成立的一个活教，这是活教的圣台，我们活教的 logo 就是这个宇宙，还崇拜的这些父老天国，周宇圣神，摩有帝释，
仙豆玄仙，这是活教的图腾。这是我每天早晚课的地方，宇宙圣神接线。